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1年的11月6号，星期六，欢迎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TV 新闻早报”，也欢迎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上4时15分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吉林东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雾，能见度小于500米，部分地方能见度小于200米。提醒您驾车出行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安全行车。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雨夹雪转小雪，长春小雪，今天最高温2度，最低温-5度。今天降温，提醒您要注意增添衣物。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咱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我省即将迎来的雨雪降温天气。受高空冷涡及地面气旋强烈发展影响，从今天白天开始到11号，我省将出现一次明显雨雪、寒潮及大风天气过程。昨天，省气象台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近期天气情况进行通报。总体来看，此次天气过程，西部、北部及东部偏东区域雨雪量较大，气温大幅度下降，中西部有偏北大风。6号至7号白天，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雨夹雪转雪，其中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有中到大雪，局部暴雪。强雨雪集中时段为7号夜间到8号夜间，白城南部、松原有大到暴雪，局部大暴雪。延边东部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夹雪转大雪，部分地方有冻雨。9号到10号，全省大部有中雪，部分地方有大雪。11号，中东部地区有小雪。6到12号啊，我们省的气温呢都是持续偏低的，日平均气温会较常年同期啊偏低3到5度。最低气温呢，将出现在11号或者12号早晨，大部分地方呢可以达到-7到-11度左右，将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一个新低。此外，6号到7号，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有4至5级偏北风；8号，白城、松原、四平西部有6至7级偏北风，阵风可达8至10级。延边东部有5至6级偏东风，阵风7至9级。9号到11号，全省大部有4至5级偏北风。气象部门提醒，此次过程影响时间长、范围广，灾害天气种类多，是近10年来我省历史同期出现最早、范围最大的雨雪降温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强降雪、冻雨、寒潮、大风、大雾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建议啊，相关的部门要加强交通管理，提前做好相关预案。我们也考虑会有一定的冻雨出现，所以这个线路设施影响比较大。那么相关部门啊，要加强这方面的巡查和巡护。温室大棚啊，一是要提前加固，同时呢也要预防降温啊，提前做些保暖的措施。为了迎接此次雨雪、寒潮及大风天气过程，相关部门已经做好准备。长春环卫提前部署，确保及时清雪，保障道路畅通。在长春市经开区环卫基地，清雪车驾驶员们正在对清雪机械设备进行日常维护。驾驶员程向东介绍，在1个月以前，他们已经对作业车辆进行了检修。清雪这些车辆，所有的类型的车辆都需要检修。你包括像这个滚刷，有刷子，然后车辆发动机什么的，都就所有的不都需要检修，保证它正常，就是干活的时候能正常出车。为了保障在清雪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局还联合交警、安监等部门对驾驶员进行了岗前培训。我们积极地采购了地锥啊，然后警示灯啊，防护的这种隔离带呀，这种安全的防护的作业措施。同时呢，我们为了应对此次降雪呢，准备了大中小雪3套应急的方案，合理编排了车辆的编组。记者从长春市城市管理局了解到，长春市今冬清雪总面积6776万平方米，比去年增加248万平方米。
全市1600多台套清雪机械设备都已经调试完毕，包括城市快速路、主次街路、背街小巷，还有城市出入口，街路条数共计1424条，桥梁76座，广场28个。另外，根据今年新增的街路面积和街路数量，合理优化调整车辆编组。长春市15000名环卫工人也已经做好准备，确保及时清雪，保障道路畅通。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4号发布的一份最新美国民调显示，由于高通胀和供应链持续紧张等问题迟迟得不到缓解，美国民众对于经济问题的担忧已经超过了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担忧。根据这份最新的民调，当前美国民众对于物价等问题的担忧与日俱增，高达73%的受访者表示希望美国领导人将主要精力放在遏制通胀和恢复就业等经济问题上。而在去年11月的民调中，61%的受访者表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能力是选择领导人最重要的指标。有美国专家对此表示，最近一段时间来，美国人突然发现身边冒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物价上涨、生活物资短缺以及企业无法招聘到足够的员工等。而尽管美国疫情依然严峻，但已经被这些问题给挤下去了。对于美国经济出现的各种问题，舆论普遍将其归咎于拜登政府过于激进的政策。国会山报3号刊文指出，拜登自上任以来大幅举债以应对疫情影响，推动经济复苏，其上任初期的1.9万亿美元经济救助计划就是典型的例子，结果这些行为导致通胀压力倍增。此外，拜登曾声称去年11月以来美国的工资涨幅超过了通胀水平，然而美国媒体援引劳工部的数据指出，去年11月至今年9月的工资涨幅为4.18%，而衡量通胀的两个重要指标消费者物价指数和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的增幅则分别高达5.06%和4.33%。4号，俄罗斯天狼星2021密闭空间国际实验在莫斯科启动，该实验将模拟往返月球的全过程，6名志愿者将在一个密闭空间内待上8个月。实验的主办方表示，本次实验的6名志愿者分别来自俄罗斯、美国和阿联酋，为期240天的实验分为飞抵月球、绕月飞行、寻找着陆点、虚拟出舱以及返回地球几个阶段。其中，执行出舱任务的志愿者还将进行月球土壤收集并操控月球车。在整个实验期间，志愿者可以与实验指挥中心进行语音联系，也能通过电子邮件和家人亲友联系。天狼星密闭空间国际实验是在2017年启动的一个长期项目。从地球上看，天狼星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之一。研究者们认为，这个名字预示着将来有一天，人类可以完成长距离宇宙飞行，抵达更加遥远的星体。4号，法国与英国就近期的渔业争端进行了一天的谈判，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法国方面称，法英在渔业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英国方面表示，双方将于下周继续谈判。4号，英国负责脱欧事务的国务大臣弗罗斯特前往巴黎，与法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国务秘书伯纳进行了谈判，但没能达成协议。会后，伯纳表示，对话是有效和积极的，但双方在渔业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不过，他也强调，只要对话还能够继续进行，双方就仍会给予机会。谈判未能取得进展，这令法国渔民十分着急。据上法兰西大区捕鱼和水产养殖协会主席勒普莱特尔介绍，他们的协会一共需要申请80个在英国相关水域捕鱼的执照，但目前只拿到了35个。法国渔民希望法国政府能够尽快达成协议，并要求政府重启之前暂缓的对英国的制裁措施，给谈判施加压力。法国政府上个月曾宣布，针对英国拒绝大量法国渔民捕鱼申请的违约行为，法国将对英国采取一系列报复性措施，而英国则宣称将就此采取反制措施。双方在进行了一轮互相威胁之后，本月1号，两国领导人同意就渔业争端继续磋商。
法方随后宣布推迟原定于二号对英国渔业和贸易实施的制裁。Bien évidemment que je mets la pression parce que on ne peut plus attendre. De plus, le président avait menacé de déclencher des mesures de rétorsion que l'on réclame depuis le mois de février. Donc là, on est au bord du précipice. Donc s'il n'y a pas de négociation rapide, je redemanderai au ministère via le président de déclencher les mesures de rétorsion.埃及总统府当地时间三号发表声明宣布，根据总统塞西的指示，埃及政府将从12月1号开始迁于位于现首都开罗以东40公里外的新行政首都，在那里开启为期6个月的试运行。埃及这座新行政首都耗资450亿美元，是塞西上任以来启动的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占地面积约700平方公里。几乎是开罗的2倍，预计能容纳大概650万人口。埃及政府2015年开始规划新行政首都项目，目前中国企业参与了其建设。埃及政府承诺将在新行政首都建造一个约34公里长的公园、一座机场、一座歌剧院、一座体育中心和20幢摩天大楼，其中将包括非洲最高的摩天大楼，设计高度345米。目前开罗人口密度高，城市基础设施不堪重负，预计到2050年，开罗人口将翻一番，达到约4000万。埃及政府预计新行政首都的建设将缓解开罗的人口压力，同时新行政首都的各建设项目也能吸引更多投资者。更多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当地时间4号早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条公路上上演了一场激烈的警匪追逐。据悉，加州警方前一天接到报警，称一辆卡车被盗，随即开始部署追捕工作。经过数小时的追逐，被盗卡车的轮胎被事先布置好的阻车钉扎破，最终在加州南部奥兰治县的一条公路上停了下来，嫌疑人束手就擒。当地时间4号，一群试图穿越墨西哥南部的非法移民与墨西哥国民警卫队队员发生冲突，由于担心被拘捕，这些人向尾随他们的国民警卫队投掷石块，导致至少一名警卫队队员受伤。数据显示，自10月23号以来，大约4000名非法移民跨越墨西哥南部边境，并一路向北艰难跋涉，希望寻求庇护，但墨西哥政府计划在南部地区就将他们拦下。当地时间3号，象征着叙利亚难民女孩的巨型木偶艾梅尔终于抵达了据称是她母亲定居的城市英国曼彻斯特。艾梅尔7月下旬从叙利亚边境出发，穿越行走了约8000公里，沿途经过希腊、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最终抵达英国。艾梅尔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希望，设计者希望通过这一公共艺术品的行走活动，提高人们对青少年移民问题的认识。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国新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超过9000亿元。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我国积极实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减轻了企业负担，增强了市场主体活力。税务总局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9101亿元，其中新增减税7889亿元，新增降费1212亿元。王兆树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推出的税费措施主要聚焦在4个领域，包括支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支持科技创新和支持外商投资。进入第3季度，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等等，对工业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带来的影响，国家在已经出台减税降费政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增加了允许企业提前享受前3季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实施阶段性税收缓缴措施，对煤电、供热企业实施减税、退税
缓税措施等等，助力企业纾困减难，提振市场主体信心。近日，新疆阿克苏市的一家工厂的工人三号晚在工作的时候，意外的被机器切断了左手掌，急需送到乌鲁木齐市进行手术。但是当时阿克苏市已经没有前往乌鲁木齐的航班了，一场爱心接力大营救随即展开。距离阿克苏240公里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唐王城机场还有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11月4号0:39，断掌小伙穆泰利普被家人紧急送到唐王城机场，因为当地交警一路护送，到达时间比预计提前了半个小时。他前往那个到图市的过程中呢，我们怕他路不熟，我们就到那个一间房检查站，把他们接到机场。唐王城机场最后一趟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32 航班，原定11月3号23:40起飞。为了等穆泰利普，机场方面紧急与48名旅客沟通，将起飞时间推迟了2个小时。机场安检绿色通道、机上急救物品都提前做了准备。更多的是应该是表示感谢的，应该是对我们这些旅客，耽误他们2个多小时的宝贵时间，这些旅客一声怨言都没有，这个确实也让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挺理解的，碰到这样的特殊情况，我们作为素不相识的人，我觉得我们只是耽误了这短短的2-3个小时，但是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他是一个影响到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一个手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移植。11月4号凌晨1:40，飞机顺利起飞，1个半小时后到达乌鲁木齐。早早等候在机场的急救车迅速将断掌小伙送往医院，经过抢救，被确诊为左前臂至手掌粉碎性损伤。4号上午10点，已完成急诊手再造手术，转入重症监护室，目前仍在医疗观察中。要感谢富有爱心的旅客朋友，也祝愿小伙子能够早日康复。再来关注与动物有关的新闻。近日呢，四头野生亚洲象闯进了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的一户村民家中，接到报警之后，民警立即赶赴村民家中，对大象进行了驱离。什么点本的阿龙？喂，大象。据当地村民介绍，11月1号凌晨3点多，几头大象进入赫曼科村，在一农户家中找吃的。这里面进个4个，我是看见进个村来。当时我来到这里应该是3:40，我那时候就到深井这里来了。别走，还在翻着背后就得在这。接到报警后，西双版纳州公安局森林警察支队猛养大队民警连夜赶往该村。见野象一直在村子附近徘徊，没有要走的意思，为确保群众安全，民警对大象进行了驱离。突然听到大象还在吼，从这个地方吼，我们就把大象从这里撵出去，专门在还通知这里警戒，这里就确保在勘查过程中野象不再返回寨子。经勘验，此次大象进村入室，导致农户堆放粮食的房屋门窗受损，家中老人受轻微伤，随后老人经过简单处理后已无大碍。当天民警将情况上报相关部门，并联系保险公司对接理赔事宜，同时对周边几个村寨进行安全预警和巡逻，并用无人机监测大象的实时动态。11月2号、3号两晚，这个象群再次来到这个村子附近。这次他们来了10多头，可能是因为有人值守，象群没有贸然进村。目前这个象群已远离村庄。像多腌制面不要生火锅，第二个吃面包谷盐巴薏米不能放在住处，要放在单独的地方。希望当地村民在保护大象的同时，也保护好自身和财产的安全。再把视角转向交通安全，前几天呢，重庆市民刘某开车上路，由于平时啊很少驾车出行，那技术不熟练，误操作把油门当成了刹车，径直撞向了对向车道的一辆小车。一起去现场看一看。视频中肇事车辆的右侧后车门都没有关闭，启动后径直横跨3个车道，加速冲向马路中间的隔离护栏。一名女子一边追一边喊叫，尽管如此，车辆还是加速冲了出去，在路口还险些撞倒一名路人。是哪个回事啊？开错了是不是？你人有啊？对不对？人没有。哪个车驾驶员？在哪个位置？那个车人还在车上的啊？
民警到场时，肇事司机刘某依然心有余悸。他告诉记者，尽管拿驾照已经一年多，平时也没怎么开车，启动车辆后连后座的人没上完他都没有注意到，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男驾驶员岁数年龄比较大，他就是开车把油门当成刹车，操作不当撞上了路中间的隔离带，造成了对向车道一个网约车驾驶员受伤。所幸车辆在撞上对向车道正常行驶的小车后搁置在了花台上，对向车道正常行驶的一辆网约车司机被撞后也只是受了点轻伤，交警判定刘某对事故负全责。近日，广西贺州发生了一起墙体倒塌事故，现场一名挖掘车的司机被埋压，情况十分危险。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司机左腿被墙体埋压在驾驶室内，无法动弹，而且头部血流不止。破拆组对倒塌的墙体进行了破拆，清除障碍物后扩大救援空间，医护人员迅速对伤员头部进行处理。经过两个半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据了解，当时挖掘机司机正在拆卸民房的墙体，不料墙体突然倒塌，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目前伤者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欢迎回来，进入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陕西西安28岁的小刘啊，平时生活的习惯非常好，没想到最近一次跑步却险些要了他的命。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小刘平时喜欢运动健身，前段时间他像往常一样跑步锻炼，不小心扭到了脚踝，于是回家卧床休息。没想到一天后，他的左下肢出现明显的肿痛症状，已经不能正常的生活工作。在家人的陪同下，他来到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就诊。当时来的时候是因为腿肿啊，我们给他检查以后发现他左腿肿得很厉害啊，相对这个右腿就比较细。我们给他做了一系列检查，包括 B 超以后，当时诊断他就是一个急性深静脉血栓。小刘这次可能就是因为扭伤后卧床休息，没有适当活动，导致深静脉血栓形成。他这个深静脉血栓主要是因为静脉血在他这个深静脉不正常凝结而引起的血管不通畅，血液回流不通畅，最后就引起他这个肿胀。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有效治疗，下肢血栓脱落可引起肺动脉栓塞，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严重时会导致心跳呼吸骤停，死亡率高达9%到50%。首先给他做了这个微创手术，在这个下腔静脉给他放了一个滤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给病人进行溶栓，经过一系列治疗以后呢，病人已经康复出院。其实深静脉血栓就在我们身边，随时有可能发生。约50%的血栓可能没有任何征兆，它可发生在任何年龄、任何时间，甚至严重威胁生命。久病卧床、肢体制动状态及妊娠、创伤、长期服用避孕药、肿瘤都有可能导致深静脉血栓的发生。我们不管是坐飞机、坐火车啊，甚至平时工作当中坐的时间比较久的话，建议大家就是中途啊起来转一转，或者说把这个脚踝啊活动活动。经常一些做完手术的病人啊，我们建议病人是早期离床活动啊，预防这个血栓的形成。现在到了橘子、橙子大量上市的季节，大家又可以放肆的吃了。不过吃的时候呢，有些地方也要多加注意。吃夜市。将剥下的橘子皮用手挤出里面的汁水，喷到气球上，气球瞬间爆炸破裂。像橘子呀，还有橙子呀，还有一些水果的汁水啊，它就属于一个酸性物质。医生告诉记者，这些酸性物质属于芳香烃，能腐蚀掉很薄的橡胶，因此喷爆气球就不足为过了。除了喷气球会引起气球爆炸，如果用爆完橘子的手去碰触气球，也非常容易引起爆炸。此外，家里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注意，不要让孩子剥完橘子后再去揉眼睛。大多数水果的汁水啊，是酸性物质，进入眼睛后啊，会刺激角结膜，导致角结膜上皮损伤，患者会出现流泪啊、异物感啊、疼痛啊等症状。不要揉眼睛，应该是立即用清水或者是生理盐水冲洗。再来关注今天省内的天气，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
节目最后一起来到长白山鲁能生地看看那里的秋日景色。明天同一时间再见。